大家好，我是三维加培训部的麦兜老师，现在给大家讲解筛选功能的使用。首先我们来看左侧设计界面的目录，随后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对应的场景目录，例如我选择云素材，随后再点击右侧的沙漏图标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筛选项包含有颜色、风格、材质、品牌。以颜色为例，我们可以选择白色、红色、黄色等，或者以风格为例，我们可以选择现代、北欧、中式等各类风格。我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是设计风格来进行筛选的。筛选完毕以后，左边的素材类型就会根据我们的选择进行显示。那么关于筛选功能的使用讲解视频就结束了。如果小伙伴们对视频内容还有疑问，可以点击右下角咨询客服。感谢观看。